求主掌管香港前路。耶和华，你是公义的，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，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。诗篇119篇137至138节。耶和华，你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你的慈爱。主啊，愿主的公平公义引领香港前行的路向，又愿主施恩怜悯贫困者，因为主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主啊，十年新发表的施政报告里，在房屋及土地、民生教育、社会福利、经济及金融、环保医疗等政策和改革中，都不作空洞承诺，更以有效执行为核心的管治文化。求主掌管执政者的心，叫他们活出主的旨意，因为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主啊，一切执政掌权者面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或制定每一项政策的时候，他们实在需要你赐下智慧和恩慈，使他们能够洞悉社会的情况，可以协调不同阶层的需求，有勇敢作出适切的回应。求主帮助他们能想出奇妙策略，在推行策略的时候能有公平公义的法则监管，在一切问题未发生时已作出预防措施，在问题出现的时候能作出有效的补救方法，以致市民不但能有安居之所，更能够生活在平安之境。愿主的平安康泰环绕我们居住的城市。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圣